间，柔柔溪水滋养白玉莲。放心一点，化作情意片，万里千丝许下今世缘。不是霓虹掩映起悲欢离合，倩影低唱唱不尽无求绝，唱不尽今生深几许，看不够繁华叹几句，各位现场的领导们，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光临2018中国川沙粤剧嘉年华的演出现场，欢迎各位，谢谢。大家知道我们这个2018中国川沙粤剧嘉年华到今天呢已经是第三天了，在川沙这方宝地进行。为什么在川沙呢？因为川沙呢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镇，上海戏曲之乡。近年来，川沙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广泛的群众基础、持续而大手笔的戏曲活动，正在受到各方广泛的关注，成为名家名跳交流竞技的平台和广大戏迷欣赏优秀文化的集聚地。所以呢，今天晚上的这一台韵川沙当代粤剧名家演唱会，同样也是汇集了当代中国粤剧舞台上面的顶尖名家，相信呢也会为大家带来一场饕餮的粤剧盛宴。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要为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粤剧名家当中第一位登台的演员，他是来自
上海粤剧院的中国戏剧节优秀表演奖得主国家一级演员张咏梅先为大家带来的是《西厢记》烤红的片段，来欣赏。正秋就是母，我与小姐也讲究，讲究些什么？前去问问那张生说些什么？他说主人将恩当作仇，今朝小生在官道上西边雨，那有你有你小姐们快快射，他是红娘你先生，那小姐你叫小姐装鞋落一个女儿家繁衍善根能做什么呢？我又不晓得叫她来做什么呀，快快讲。女儿在上来上老盆，早已成娘黄我了，气死我了！常言道，女大不中留，既见有病不得救，夫人哪得帮手是千帮手，得把须是你千。主人啊，红娘不曾把这一气月以来早已心你接下来为大家演唱一段打听的Hey!
谢谢。好，谢谢张咏梅的精彩的演唱。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请出的呢是著名的毕派小生、毕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杨桐华，为大家带来《王老虎抢亲》戏报。人家，人家都说你是老夫，老夫是要吃人的呀！啊，这世上哪有穿着衣服的老夫啊？就是这种衣冠禽兽，可怕啊！哎呦，这话倒有些吓人哦。哦，省耐心，省耐心。我老母这心高照你心强，对方命我有心与他去开玩笑。大爷，听见女子冒出了大爷你的太夸张。
得要古人情，马蜂雕，这日子不过找日子，不知道费啊。穿的是龙冠，穿的是凤毛，织的是高缎，换的是黄貂。靠穿墨玉个显示虚，今生交到了好女郎啊！大爷，大爷呀，我家里来是你家到，红花做几时配过了啊？王彪，走，快吩咐下去挂灯结彩，摆酒设宴。哎，我有话要讲。那你有话就快讲吧。是。大爷是恩啊高，义高，情啊也高。我心大，你大，你心大也动摇。只可惜，可惜什么啊？只可惜，我莫做主。将我的终身照配了，什么一刀就配了啊？是啊，配的人家本心高，好，大夫的名字叫高。我家里面不同寡妇，日子怎样算何年？小小徒不知道，送仙的婚啊是了。哎呀，大爷不行啊！为什么？怎么给背到上去？哎呀呀呀！
我在河里嘛，他在死里。那你有啊，就快讲吧。是。他走在你的花下，他也的名声不太好，身上他的花老婆一句一张嘴头了吧，儿子你大心思比我心上一道一节之上，孩童仔细。哦，你若不信，我可当真的看。嗯嗯、哎呀，大爷，我说你往日的护卫到哪里去了？哎呀，女人家嘛，就喜欢这一套，到了生日再做道理。大爷，够呛。是。我有话要讲啊！哎呦，你怎么有这么许多的话呀？先拜堂后讲话。哎呀，先讲话后拜堂。先拜堂后讲话。先讲话后拜堂。哎呀，我不要！哎呦！那你女娃就快讲吧。Oh!
谢谢杨同华老师的精彩的表演。那么今天的很多知名演员呢都是一直活跃在舞台上的，不过呢接下来要请出的这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艺术家已经离开大家很多日子了，他就是来自南京越剧团的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折子戏三星大奖一等奖得主竺晓昭老师。可见我们的观众朋友对他有多么的喜爱哈。
虽然卓晓娇老师呢已经退下越剧舞台，但是呢据我了解，她最近几年呢都一直没有闲着，她在忙什么呢？我听说呢她最近呢和浙江嵊州的城南小学一起合作，由她来策划谱曲，把书本当中的68首古诗谱写成了越剧来让中小学生演唱。所以呢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啊，小学生不仅很容易记住自己书本上面的这些古诗词，而且呢也更容易记住谱成古诗词的那些越剧的熟悉的曲调，我觉得这对于推广越剧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了。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出卓晓娇老师为大家带来他的代表作《柳毅传书·湖滨惜别》唱段。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个声音是不是特别的亲切，是不是？大家知道我们卓晓娇老师呢是我们的越剧老先生朱水昭老师的女儿，那么卓老师来到这个你母亲成名的地方演出，这种感觉是不是也是蛮特殊的？对，因为我生长在上海，可以说我是上海人，对吧？所以感觉特别好，特别好啊。而且呢我们知道这个朱水昭先生当年呢除了演小生之外，他的旦角也在观众当中被称为一绝。我觉得您今天到了你母亲成名的地方来演出，光唱一首生角的流派应该是不够，观众朋友们你们说是吗？您觉得呢？那么表表我的心意，再唱一段我母亲的代表作，B 转的选段三盖一。三盖一，观众朋友们，掌声热情一点。谢谢大家。
不是在娘家，是自己谢谢谢谢朱老师。我们也希望朱水昭老师虽然目前离开越剧舞台，但是呢越剧艺术青春永驻，同样呢在越剧舞台之下能够更多的传播我们的越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著名陆派小生越女争锋金奖得主张雨峰，为大家带来双珠凤送花楼会。谢谢，谢谢大家。兴匆匆蒙命大化妆，大功德可是烈烈的当空。一姑娘门当宽心疼，进得府内落户穷啊。我们四海难相逢，此情一片难日子，马上就靠近不中。我为你头儿哭了多少，我为你在手下也做事动，老母愿叹而不悔，痛而弥补光阴比容易，气势尽早换他不曾修身，而家国父必去我终老。今得定能见教勇，才子教弟冒风外，我满腔欢喜与发下去。你陪我身边一宿用，帮你请个有灵通，小弟跟前陪我一这就也好似天长你立他功。谢谢。
谢谢谢，谢谢大家这么热烈的掌声，我非常想念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在唱第二段之前呢，我说几句，今天非常高兴，是一个很隆重，非常值得兴奋的事情，因为我呢今天看到节目单上。哇，都是前辈艺术家，只有唯独我一个小字辈，因为什么的？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川沙人，谢谢。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非常非常荣幸能够跟这些前辈艺术家们同台演出。那么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在看直播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身体健康，幸福美满。希望我的家乡人民生活美满，我们的戏曲小镇越办越红火，声名远扬。谢谢。那第二段我再为大家带来一首越剧《甄嬛》，谢谢。清河王的选段之一，谢谢。唱得不好，请大家多多海涵，谢谢。确实感受到了现场朋友们对于我们年轻演员张雨枫的喜爱啊！我们的现场真的是像这个夏天的天气一样的火热。不过接下来的这段唱，我相信更会掀起我们场内的一股股的热浪。下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得主董珂娣，为大家演唱《舞女拜寿哭别》。
去方方面面快递哎。
好，谢谢，谢谢各位观众的热情，大家不要心急啊，我们接下来的好戏是一波接着一波。这两天的川沙中国越剧嘉年华呢，大家和越剧青年艺术家赵志刚老师有了很多的亲密接触，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这次的嘉年华呢，赵氏工坊也是参与了策划，而且呢，我们赵氏工坊的很多的项目呢也会在川沙接下来进行，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加的关注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出赵氏工坊的当家人，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得主赵志刚，为大家带来家人间无限有情事的唱段，一起来欣赏。
魂儿复归宋，同清晨放地放酒地醉，北疆是爱的旁痛的痛痛的痛。你有真是好的心曾春年年滚滚烫的滚滚山作一团红，不会为父亲总不会痛的死好，谢谢赵老师的演唱。那么接下来要为各位请出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李敏，为大家表演《孟丽君书房会》。三十万军，自保安住。
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感受到你们的热情了。那么我觉得我要爆出下一位演员的话，我们现场的掌声一定会依然很热烈。现场的凤宝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郑国凤，为大家带来《红楼梦》金玉良缘。
中国当今天上圣君，是地界苍穹，满意的是北地方当中的探月。夜才
旁。谢谢。好，谢谢国凤的精彩的演唱。国凤的唱呢，可说是余音绕梁。那么，不过我们接下来为大家请出的这位演员的唱腔呢，可说是韵味醇厚。下面我们要请出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七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金靖，为大家带来《白蛇传》河波。
下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双珠凤的相思，谢谢。韵味醇厚的演唱呢，下面我们要请出两位来自浙江的青年艺术家，他们分别是国家一级演员、省戏剧节金奖得主廖奇英，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谢群英，为大家带来《盘夫所夫，盘夫一者》，一起来欣赏。
我有气装作无气呀，我今晚与他去我早就走了。娘子请来见礼。好一个有礼非为子，来来来，总见一礼。请坐，请坐。你如此差飘香请我上楼，不知为咋何事？贵人，你在书房吃什么？在书房么读书啊，读书难道是要练艺用功吗？你可知苏秦元良刺骨哟，他都比起古人来了啊。官人啊，后事啊，官人，我见你重色，嘴眉不转，不知道官人
你是为了何事？你可知孤身死于孤身处？我的心事犹在此，别人的心事我不知，你官人的心事我了知。有人赐我所乃是，是非碰到老仙子，我来生一不爱二不痴，我从小读过圣贤诗，我要采你官人心中事，我要做碰到的老仙子啊。既是夸口，那么你倒快啊！
黄金兰真待我是真心意，我岂能负他一片心意？
前堂自暖心，不心上来自笨笨。哎呀，这笨是下面一门恩章。哎呀，官人啊，在众人面前莫撒娇，你在家人跟前莫撒娇。你欺人不把真情说，我问你要与谁打交道？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欣赏精彩的表演。当年呢，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陈飞在上海参加青年越剧演员的比赛，当时的曲目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记得啊，秦探当中行路的一折。当年的陈飞凭借行路这一折一举夺冠，至此呢，这一折戏也成为了陈飞的代表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陈飞为大家带来秦探行路。去心肝。
Thank you.
真心也没有你。好，谢谢陈飞。每一次看陈飞的行路呢，都是有一种被他所震撼的这种感觉啊！我相信所有在现场观看陈飞表演的朋友也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那绍兴小百花乐剧团的三朵梅都是大家喜爱的，陈飞亮相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绍兴小百花的另外一朵大家非常喜爱的演员，国家一级演员，二度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文华表演奖得主吴凤花和他的搭档，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得主方亚芬，为大家带来双裂记夸夫。
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我呢是第一次来到川沙，没想到川沙这个地方有那么多对越剧情有独钟，作为一个越剧演员来说非常的开心，今天也非常荣幸能够和明星姐一起为大家送上原范版的梁祝十八相送。那说明阿花来上海太少，以后要让她多来一点，是吧？没有，上海是来的多的，川沙来的太少，来的太少。希望有机会绍兴小百花能够在川沙送上我们的传统剧目，不仅要绍兴小百花一起到川沙来演出，还要把我们的原范版的梁祝，我和跟阿花合作的那个原范版的梁祝能够带到川沙来演出。谢谢大家。接下来我再和明星姐一起为大家送上传统乐剧《双裂记》当中的《夸父》，谢谢。泪光似碎，从马空中，这一泪，一直儿子念了，是啊，一直儿子念了。
传宗真经得大乱，西京在清一见愿说神通，神庙转指挥定大将威风，不信你是狂八相公，谢谢两位带来的精彩的演唱。那么今天的最后一个节目，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得主赵志刚，国家一级演员、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得主陈实，为大家带来《红楼梦》《太虚寻梦》。英雄女
好，谢谢两位的精彩表演，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今天的韵川沙当代越剧名家演唱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不过呢，我们的中国川沙越剧嘉年华明天呢还将进行，明天上午将为您带来的是京庆现场见面会和电影《白蛇传》的专场。那明天下午的2点到5点呢，将由我们的川沙金沙越剧艺术团为大家带来越剧大戏《孔雀东南飞》，地点呢都是在我们的川沙影剧院，也欢迎明天各位的光临。好，朋友们，明天再见。